不会太瞎了吧 ？OK， 好。Hey， 嗨，呜，他们会一点火热吗？居家检疫已经过了一个月了，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在家生活，就是水深火热。Hello， 我相信每一个妈妈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，一样的问题。换你了，启宝。我们会遇到一样的问题。你要先，妈妈，然后就冲进来。我肚子饿 ，OK？ 妈妈，我肚子饿。好大声！宝物一，新鲜水果。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几个居家检疫妈妈用可以用的宝物。先不要吃，你要叫妈妈，要大声来。妈妈，我不。良好的阅读书籍，你要站在这边，你不可以动啊！拿去，那你就把东西放在那边了，不要再拿来。OK。然后，所以这就是刚刚我们妈妈最容易遇到的情况。妈妈。安博尔，你刚念错了。宝物三，最高级的宝物，平板电脑。宝物三，最高级的宝物，平板电脑。哎，给了以后呢，小孩就不会再来烦你了。帮我拍最后一个东西耶，就是每日要读经那一段。